exotica. Tell me who you are. 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妻子和女儿在我的手上。如果你够聪明，就不要声张。你们继续训练。是 ，A 组继续训练 ，B 组回营地休息。 英雄吗？告诉我，我的家人都受到国家的保护。你以为你这么随便说说，我就不相信你吗？喂，查菜，查菜，救我！查菜，查菜，查菜，妹妹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别伤害他们。 杀掉你见到的第一个人，什么？你想要你的妻子和女儿活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做不到。少尉，别让我等太久。 已经有人命了，几分钟之内，你的士兵就会到处追杀你，请你立即离开，赶往以下地点。 一个勇士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同路？你没有别的可选，你只能走这条路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，就不怕我杀了你的老婆和孩子吗？你还是个男人，你放了他吧！一个简简单单的测试，我就知道你对你部队的忠诚，还不如你对你老婆的忠诚。 杀了你手下的士兵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走这条路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别的路可选，你必须跟我走。跟我干，我会给你很多的钱。我不要你的臭钱！你记住了，这些臭钱能让你的家人，让你的老婆孩子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这些臭钱能救他们的性命。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，我也是军人出身，我知道你心里的痛楚。也亏是你是个军人，你只是一个可耻的战争贩子。好吧，那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他的家人都给我干掉，让他看视频。 八爷，八爷，你放了他们！八爷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，只要你放了他们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你放了他们！你知道，只有金钱，
只有金钱是真的。送你一句中国的古话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开船。